这么早就这么多人来吃面？这家面在网上大叔，我看您怎么那么眼熟啊？您是花鸟岛的吗？快煮面吧，我们都饿了，快！对啊，赶上上班呢。就是啊，赶紧，饿死了！上班了，上班了，好了，拜拜。米粉需要十分钟，拌面需要七分钟，汤面需要八分钟，馄饨需要六分钟。那总共有六个面勺，所以呢，我丈母娘呢同时给下六碗面，加上烫青菜的40秒，还有拌面需要拌八下，还有汤面需要加汤跟佐料的情况下，我丈母娘做一碗面应该在8分钟左右。大家要记住啊，面一定要吃完。所以呢，堂吃组每桌4个人，外带组呢看堂吃组2到3个人点完面之后呢，你就外带，记住了吗？一定要吃完啊！行动，走，去边，你们。怎么样，李总，安排好了？我是很佩服你这些读书人，但是你是怎么算出来这个最佳的登场效果时间的？因为等到生意最忙，完全不顾我的时候，那是不是就需要洗碗的人了？妈，3号桌还有2碗西红柿鸡蛋面。哎呀，就剩这2个碗了，怎么办？我来洗碗。洗碗的事儿就交给我吧。你怎么来了？哎。因为我觉得你需要我。谁需要你？这么有行程。哎，我的面子，你怎么还没上啊？对不起，马上就好。再等我一下吧，真不好意思。稍等一下，马上就好。好。看到没有？他们需要你，你更需要我。哎呀，嘉欣既然回来了，你还是走吧。我可用不起你这么贵的兼职。妈，我可不是兼职，我是你女婿，我帮家里干活天经地义的，不要钱。我说呢，今天这么多工厂的人来吃面，王希，是不是你叫来的？今天是花鸟岛建厂8125天的纪念日，我带员工来上海一日游也不过分，而且我跟他们都说过了，让他们分波来，不会让你们忙不过来。无聊。嘉欣，我就想让你知道，只要跟你在一起，我干什么都行，而且我还是有用的，我干什么都觉得很幸福。你别光想着自己幸福，我女儿幸不幸福还得她说了算。妈，你多挣点钱，嘉欣就开心，咱们一起加油。今天真是托了某人的福，营业额破了记录了。是啊，今天人这么多，但也不觉得累哈。对呀，剩饭剩菜也没有多少。妈，我知道您擀面辛苦，早上起来还要洗菜，所以我就跟他们说呢，不能有剩菜剩饭，否则呢我就不报销了。啊，是吗？我说今天剩饭剩菜怎么那么少？你这个事儿办得还不错。妈，我觉得呢，我们还能多弄几个冰柜，提前把小菜切好放在里面，这样呢，妈就不用一边擀面一边再去切小菜。哎，你这方法不错，我怎么从来没想到过啊？而且我们可以再多弄几个碗筷的分类桶，这样在洗菜之前呢，或者洗碗之前呢，可以节省很多的时间。还有，我这几天帮忙，我发现一件事情，就是咱们如果把菜单去进行修改一下的话，可以增加翻桌率。翻桌率？没事翻什么桌子呀？这个翻桌率呢，它不是那个翻桌率，它是呢顾客的接待数，这样您可以多赚点啊。就好比呢，咱们原来有什么粗面、细面、拉面、宽面，什么烩面、拌面、炒面，我们把它进行一些整合，然后呢，在我们原的基础上呢进行一些升级。